我充分认识到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触犯了刑法，构成了犯罪。我从内心深处认罪伏法。我对自己所犯罪行极为后悔。我的犯罪行为不仅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危害，也给我的父母、妻女等家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。我在此希望 其他所谓的维权人士、维权律师，从我身上吸取教训，引以为戒。